ก็คือถ้ามีเดือนก็เดือนละแบบหนึ่งตรงมีของยา叫你没有帮我瞧一下就好了啊！不过宜兰那个女生基本就是随便讲什么，她都说好，没问题的。丢啊！之后你就说啊，我的同事，他请我来吃饭。对啊。没有啊，就是只要需要那人就。